哇，这么帅，这才是大片啊！不愧是镇龙司的，您这是大肠粉，关键都不用挂第二下。你当然是我拍的，是吧？哎，我是说，这就是动作女主角该有的范儿。快看，你抓包啊！此处镇龙司办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吓死我了！拍个电影还险些被镇龙司的人抓走。我就说偷拍人家探员办案不是个好主意。小光，刚才的动作教程都看完。哎，三，女主角迈开腿先跑几步，哇，潇洒！这一跳堪比卧虎藏龙里主角跃上受伤。哇，果然在空中左脚蹬右脚就可以螺旋升天啊！我求求你尊重一点物理规律吧。 这么有难度的戏，居然不用替身就完成了。女主角真棒！我怎么觉得？到了我为你精心设计的。 抓眼球动作细环节，女主角坚持，拍完这段就是结束镜头，记得凹个造型。女主角当心！ 提醒，已经太晚了吗？牛啊，简直完美！小光，你啊，想起来了，导演说过，龙狱中有名。咦，嘿嘿，正好复习。 可疑的宝箱，糟糕啊！我现在知道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要被雕刻的魅力砸晕呐！
就是导演所说的。谁在那儿？擅闯千象会禁地者，和尚。打人不打脸。哎呦，摔得我屁股。开机。那这家伙就交给大导演你搞定了。女主角我先要下场休息了。主打片就该这么拍。导演亲自当动作指导，总而言之，接下来的拍摄你还真打、啊、来打工啦。别以为长得好看我就不打你。开机。又有倒霉蛋儿。主打片就该这么拍。来打工啦。就是本导演的表演时间，黑龙留名影史的一击。来打工啦，灰龙。彪哥，红七，后果很严重。好险啊！哎呦，别打了，别打。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怎么会出现在？真打、啊！
虫小前标走开导演你可没说电影女主演诸位在镇龙司可还安好我已办完哎呀幸好杜老爷神通广大把我们给捞了出来哎今晚会有什么演出这里是中浦广场中浦区最繁华的商业地段这里是玲珑阁戏台经常请来曲层层叠叠曲径通幽这是中浦街道的特色听说哪怕是本地人哎奶茶店就在前面导演可不要赖账啊两大杯 QQ 内内好喝的不得我们马不停蹄一路狂奔我送外卖的时候这条街有很多门脸商店票号一应俱全这里九成的店铺都有我打工的足迹啊总算到了烂片制造工厂之前跟我提到的龙朝阁大管家杜老爷导演阁下还有一事怎么关门了？哎，喵喵！嘿嘿嘿，叫我小光便好。左三修四天掉馅饼就是我的人生理想来打工啦事情暂且都处理完了先回房间先
导演阁下，昨晚睡得好吗？握紧刀，才能抓住意识之人，才能护住心念之人。来打工了，欢迎光临，瞧一瞧，看一看嘞。导演记得仔细核对一下，谢谢惠顾。祝导演早日暴富。导演记得仔细核对一下，谢谢惠顾。祝导演早日。天光亮起的时候，人可以确定今天打算怎样活着。哇、哦，天气真好呀，好想睡觉。